记者童振国南投报道，南投县草屯镇台十四线中潭公路双东路段凌晨发生死亡车祸，年仅2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，一车速过快自撞中央分隔岛，黄男被夹在车内，经双东消防分队救出送医急救人告不治。警方调查，21岁黄姓男子昨利用假日前往鱼池乡找朋友，直到今天凌晨独自开车返回草屯住家，凌晨3:30取行经台十四线中潭公路约35公里处失控冲撞中央分隔岛。由于车头严重毁损，黄男被夹在车内，双东消防分队获报已破坏机具将人救出，但人已无生命迹象，消防人员持续施以 CPR 并送草屯佑民医院急救，但到院急救近1小时人宣告不治。警方调阅案发前后的道路监视器画面，并无其他车辆经过，研判可能车速过快自撞，也对死者进行抽血确认是否酒驾或是深夜疲劳驾驶，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草屯分局表示，自从民国98年国道6号全线通车后，台十四线中潭公路车流大减，驾驶人不自觉加快车速，交通事故件数与严重度均向上攀升。统计今年南浦至双东路段已发生140件交通事故，其中3件为死亡事故，受伤事故64件，财损事故73件。为维护用路人安全，将于该路段加强测速照相，提醒驾驶人勿超速行驶，以测安全。